天要和大家分享口感100分、外形超萌的日式盐面包。这款在日本一直超火的咸味面包，外皮酥脆，内里拉丝绵软，巧妙的黄油夹心让口感更加的咸香美味。详细的擀卷技巧也分享给大家，一定不要错过哦。软萌萌的日式红豆包，你们想吃吗？绵软的面包包裹着细腻的红豆沙，松软香甜，味道超棒。森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减油减糖版的红豆包，用上自制的红豆沙，营养健康，快来试一试吧。Thank you.
如果你们问我夏天专属的面包，那一定就是冰面包啦。森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种口味的日式冰面包。软软的面包里包裹着冰淇淋口感的奶酪馅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打卡给森林交作业哦。